信很多正在学习或者制作后期特效的小伙伴们肯定都会用到一些现有的特效素材，因为毕竟现有的特效素材呢，它既方便又能节省时间。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用实拍的方法拍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效素材。 OK， 我就不卖关子了，今天我就教大家如何采用实拍的方法拍出大爆炸的特效素材。好，那本期节目呢，我给大家准备了这两种炮。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在上一期视频有用过的火柴炮。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玩过的火柴炮。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试试这两种不同的炮会带给大家怎样不同的爆破效果吧。起兵哟！好，起兵。首先我们第一步就是要用透明胶把炮的尾部粘住，然后把它固定在墙上。OK， 现在呢我已经把炮的位置给固定好了，那么接下来我就需要把相机设置为高速摄影的模式，然后呢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位把它固定下来，这就需要用到我们的三脚架。当这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呢，还差一个前提，那就是在炮爆炸之前，画面就是用相机录到的画面一定要保持全黑。所以那么接下来我再使用刚刚的方法来试一下糖果炮的效果怎么样。刚刚我的铲子呢？Okay， 本期节目即将结束，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不妨扫扫这个微信二维码给予我一些支持和鼓励，非常感谢，因为只有你们的支持和鼓励陪伴着我，我才会越做越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